太热吧，你喜欢裙太美了，今天好多人来看你，会有负担吗？不会啊，我最大的动力来自粉丝的爱和支持，我会保持心态，继续坚定地走下去。双十一就快到了，平时那么忙碌，有没有想好怎么犒劳自己？跟我走，就知道了。平时工作忙碌，幸好有江韵诗的悉心宠爱，每一款都是断货王。每当拍戏熬夜很辛苦的时候，我都会用这些好好的让肌肤放松一下。这是少女精华水，适合我的肌龄，更好的帮后续的产品吸收，可以让我的皮肤更加细腻透亮。接下来就是我最爱的双萃精华，有的时候拍戏熬夜，不管肌肤有多疲惫，它都能让我迅速恢复到最佳状态。香味很治愈，很放松，就好像给面部做了一个 SPA 一样，活力的我又回来了。最后就是娇韵诗的弹簧霜，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，没有一点负担，让肌肤变得 Q 弹紧致，就好像会跳舞一样。好了，都这么晚了，大家也早点休息吧，少熬夜，我的皮肤更好。双十一就要来了，我们一起好好宠爱自己，努力的我们当之无愧哦。双十一，赏天猫娇韵诗，犒赏自己。